。最近行出在中央关，身为足球赛的成员，赛饭期间，我娘亲就来陪我，是阿爹用心栽培阮两位兄弟。虽然讲我苦练功夫，也不过至今尚未成就，也千辛万苦，阮兄弟会当双双一马同牛，在是要为官啊！爹爹有梦，就是梦做新娘。做囝的我，不敢让阿爹失望。经过这第二来，爹亲的心内变化确实了真大。伊也是，其实做囝的我嘛真了解。我希望我阿爹会当收回伊的念头，毕竟贪心不足蛇吞象，贪像即款的想法，恐惊以后了上了自毁啊！这段日子，我用心功夫，希望你后会当在朝为官。我这小弟不合无顺，叫认真读册，时间拢是无看见影，早上爬起，不见你来到书院报道，望啥人走位到位，这人到位我也不来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为天下的财神，你搞来搞骂，明天见。我都没搞来，今嘛哈，都走位了。啊、你是我有反抗，我敢讲，我会生气哦。你是咧反抗什么？你是咧抗议什么？哈、啊，我对你无够好是吗？你若上做会无结束，头一日就是甲分两手讲安尼啊，钱一个淡薄来拍咧，啊是外口做会，需要户口叫你应付，再来还继续跑跑输倒转来，拢是我这个阿兄替你外口的所在，甲你规定。你若是无钱，你讲我都徛倒遐哦。阿兄，那是你害臭脚好，你知无？你来徛出来，大家看到你就做哪飞，我无才调啊！那有可能看到我做哪飞啊？那是为着啥？敢知？因为我老爸。为着阿爹，因为是一颗老干啊！因为阿爹呢，你该讲我怎歹听啊？就是因为伊啊，所以我去外口的所在，人拢在我笑，讲我丢苦无去，讲我老爸是大干，我是叫我嘛是世间阿屁啊，都屁我的哈！你都做着阿爹的代志，哪有在批冤家啊？你更笑的呢，平时都无，到时候爱吵我。尤其是你啊，叫人来啊，这尔啊壮仔着，女朋友嘛无，就是因为老爸关系。哎呦呀，阿弟啊，我这个以后你得出边做花香哦。啊，若是出边做花香，会当清闲，安尼嘛真好啊。你狂安着啦，你出边。我好啊，甲你讲，你甲我硬吹硬气，无到以后就不要较大声。你今仔声音特别较好哦。我今日无声。平常时拢细声。我今日都无声。看安尼吗？我介绍，你是我囡仔出来这条无大人无爹，你做主的对吗？啊，就是老爸无爹。我看会出来啦，你是讲会担啦，会背啊啦。我去头先无爹，我上大对不？对啦，大家拢爱对你嘛。啊就老爸拢安尼啊，该苦劝我讲袂听，所以哦，我会生气，我会讲啊。即摆替老爸无爹你出的，我会甲讲伊的歹话，继续讲，看者。你袂用安尼心灵批评阿爹啦，毕竟咱的阿娘早就已经来死，若是无阿爹的栽培，你今仔有讲？讲到这一点，你讲我气，到底你气安怎？我惊讲你会得内伤，安尼有久哦，对你的身体哦，永远拢袂健康，永远咧三级流。我甲你讲，我有听阮幼山啊，跟你讲，讲阮老母笑的是幼山啊。奇怪，你都无别人通讲啊，啊无想想几种话，古早代志拢唔知啦。是啊，就是啊。啊，老的你知影好处啦。那安尼幼山就讲安怎？伊讲阮老母可爱啊，拍照。你稍等下吼，会叫人拍我，你讲吼，哈、啊？叫上拍，我袂当先叫上拍。袂啊，我今日来到搞紧张着。哦，是安尼是啊，不要啦，我知影讲吼，你长到那泰山嘞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，伊就讲话就是呢，我老爸拢做歹代志，做到伤济啊，所以报应到因，报应到我老母身上在懊悔啥事？你是来哦，听这乌言乱语啦，啊，你还是半辈来死，那有可能讲因为阿爹所做的代志？啊，就是去到中风，你知无？就是把家暴退去啊！看到大生机，再讲到我这个人，我爱情不是这个人啊，哈，无感情啊，那是我高进步啊，老秀芬啊，是啊，你安尼无用无顾，注重秀芬啊，凊彩叫他走啊，因为前两日看到我，我惊着你知无，我是会哭，我要创啥？好啊，你有叫我要讲点笑话，想到我让你炸死啊！我要讲老爸歹话，干嘛让我讲？啊，无讲你告诉你嘛，无想要让我讲对无？阿爹在朝为官，哥哥在上，难免有家己的想法。咱做起来人，只有顺从。人讲必先，咱是后为先。那有亲像你安尼啊？天地颠倒变，你这个在空空的，你就爱家空出，爱改啥规矩？来来来，哦！这大个快听嘞，你会听？好，你这个
票，你知影疼，就是爱知影讲哦，爱做咱的名声，毋是咧批评，真的啦。我想伊好嘛，是你好啊，你想看麦？哎呀，做啥做啥呀？哎，有咧吗？我来做大声，到底是啥物事？伊食啦，我食无，好，我去食，我去食。我不跟你叫好吗？我让我叫好你哦。我先来听。阿爸，我后尾来。哎妈，阿你这样子，嘿。哎，你奶奶。
你这样子做朋友，你话阿兄这样子朋友，我嘛爱谈判好啊。阿伯的可以谈到，你以后要变会变老。我无做给你讲，因为你讲袂出来。免。好啦，今日莫甲小弟斤斤计较，你若要开钱哦，出来外口遐，阿兄会甲你斗支出啦。你妈这里讲的哦。问题你的一个是阿伯的，你无想要出咯？我要出门，我无想要看到伊面，伊面国外话，国际人话就是安尼，你知无？阿伯，因为你面前做太歹，我看袂落去。阿兄弟，我之前出门来去，小心伊叫你名声。我走路就是话报啦。莫怪我来收集新老人家，我就欢喜着老弟亲做正害人。阿爸，你搁想讲话吵来着无？我甲你讲话，伊吵来哦。我讲你话宝，老爸你收集的新老人家，阿爸人阿爸就爽了。你讲这有道理。阿爸，你就讲到安尼啊，做客我就先甲你友好。放心，以后你若是阿爸会塞轮椅无，请你去拍伊，我好甲你友好。你爸无要坐轮椅的。你个死人啊！你连家眷出门啊，哪里了？还敢一张电报在这里抢你？